教育、安居与健保是每个小孩的天赋权利。每年凯德都会捐出1/1000的净利给凯德希望基金。至今，凯德已在中国各地建了超过20所希望小学，而这个数目还在逐年增加。太空人，我长大以后想做飞人。我长大希望当阅兵、警察。我长大了以后要去赚钱。学校建成以后，因为是我们全国的第一所绿色希望小学，修得非常漂亮，和我们原来的那所学校，完全是天壤之别，所以刚刚进入新的校园，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孩子，特别是很远的孩子，他先看到这样的学校，非常的开心，也有宿舍可以住，也有食堂可以吃饭。儿童是未来的栋梁，儿童是明天的希望。凯德深信，我们每一次塑造新建筑，我们也塑造新一代。心跳来访
我叫潘少红，今年11岁，在牟川开大楼上希望小学读书，读10年级。我每天6点钟起床，我自己刷牙洗脸，吃妈妈做的早饭，就自己步行上学，从我家到学校要走1.5个小时。要走许多山路，要经过玉米田和独木桥，还有树林。虽然我要走许多山路，但是我坚持上学，我喜欢学校，我要学习。